Fili, we heard that loud, we're going to get it. Wow, I'm sorry. You can get it.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get the clothes done, then I'll go. Oh, okay. 你看我头皮厉害，厉害厉害！耶 ，Shaanxi！ 老李，今年谷子产量多少？卖一些吧。可以啊，你卖多少钱一斤？阿姨她卖了2.2块。2块2。嗯。哎，那你可以卖1千斤，留1千斤。嗯，可以。老。我走了，飞姐，我走了，拜拜，拜拜。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农活要忙。你再不打米，下午都没有米下锅了。今天就打一点，这个是新米，好吃，送你爸爸也行。哎 ，no problem， 谢谢。哦，好，我去借个车拖。我去借。啊，这个是不是有啊？这个。我知道，我知道。飞姐让我出来借小推车，他不知道开电动车。太热了，高兴死。给他个惊喜，不简单。不是，送给你的。送给我？对啊。耶、yeah! ！太好了，有了这个摩托车，我去那里就好方便。老李，出发。走。老板，我来带你。你帮忙抬。我不要，我自己来。挂着。这么大力气，力气不大。没事。菲利，还有一袋我去拿。啊，好。明天再买。今天买，你在家里休息一下，我去买啊。哎，菲利，你是想骑车了？哎，老李别说了，我马上就来了啊。拜拜，路拜拜，路路快点上上。老李，今天这个新米好吃，多吃两碗啊。嗯，好。你回去领给你爸爸，给他带一点吧。嗯，好好好。嗯。